训练局在我们备战以来，每个月都有不同的地方的特色给我们，让我们枯燥乏味的训练在美食上面有了新的体验，能够全力以赴的去训练。然后今天专门为我们特别进行的一个环节就是切蛋糕，让我们团结，然后对后面巴黎的比赛充满信心，充满决心。他们离开家那么远，每个人都想出门了，都想吃到点家乡的口味，所以我们除了我们正常的日常的餐饮的保证，不断地提供他们的丰富他们的菜品的品类，就是希望能够让运动员感受到像家一样的温暖。蛋糕是今年专门为每个队的出征，我们都做一个蛋糕，因为项目不同，我们可能有的上面的画面不同，专门给他们定制，祝福我们的运动健儿，让他们开开心心的去巴黎，高高兴兴的，没有任何负担。我们祝愿他们在巴黎上头能取得一个优异的成绩。